护身药，抓。哎呦，6万。等。60。好多。来了啦。惯了。是男人。士兵呢？第二名是，来，各位牌倒下来，三饼，这牌发财不出来，我没有他发财，他出我没有碰，哦，你没有碰啊，我听了，哦，其实你可以碰哎，对啊，我碰听螺丝啊，你自摸听螺丝啊，就五分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碰，我想说门清的牌啊，你摸三饼吗？我不敢丢啊，三饼不敢打，不敢打，我三角都已经都把它拆掉，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碰发财以后你。你打发财以后才摸三饼吗？对，对，没错，差多了。我就讲一下这张牌，乔乔，你真的不要，我知道你会耿耿于怀，但是你真的不要耿耿于怀，你这个四饼没有打错，因为你拿五张二五饼，你怕二五饼会有人要，而且其实你拿三张五饼、四饼，还有一对二饼、四饼出的几率很不是这么高，所以你这个四饼你没有打错，只是真的是牌来的不错，牌来错了，因为硬要来个二饼给你才会考虑打四饼，要不然你都不可能会打四饼，所以这把牌你绝对没有放错牌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知道你很在意。我觉得今天天天打麻将就是秉持他一直以来打麻将的方式，就是正规正矩，然后牌风很好，牌运很好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历史我觉得他还真的还不错，最起码他知道，哎，原来一对一对一对留下来可以做碰碰胡，然后一直留下来，然后没有见过的牌他也不会贸然打出去，所以历史真的是还是可以学习打麻将的。小乔，真的，我知道你非常非常在意每一把牌打对错，就是因为你太在意了，要不然我一直都认为你放在哪个身边是绝对可选人选，但是我怕你有时候因为在意每一把牌的打会对会错，你忘了自己要讲的话，然后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或者忘了自己要身为一个主持人的一个分享和一个分析，所以这是一个你的失去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碰碰胡四分，西风一分，南风一分，明杠一分，总结七分。没有，这把是我自己就是，啊。因为我二五饼拿五张，可是重点是我是输在我没有碰那只发财了，但是我门清的牌，我其实我你应该要碰好宝妈。我叫，我跟你说，宝妈一定要在后面帮小乔讲一句话。他放四饼，这绝对是因为牌运来的关系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拿三张五饼，拿一对二饼，四饼输的几率很少。因为一饼也输了，但是如果二五饼输给人家，二不二，五张。可是他打发财你会碰，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听很美，我不想要去动这个的牌。没有，所以这就是你的固执。小乔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比赛打麻将分数？快胡为几率，所以你一定要碰发财。对啊，定三个三六零的，一定是自摸。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放四饼，你绝对没有打错，还或者打得不好，是因为就是逼着你来个二饼。对啊，如果来个另外一个饼子，你都不会。你就算是你摸六饼，你都可能不会。不会，我一定打六饼。对，所以好不好？小乔，你打得漏啊？我好烦啊！应该要碰的。我有想，我真的有想到要碰，然后我想说好吧，如果出来第二张我再碰好了。没有，我是先让我先摸到一张七饼，所以让我更有信心，然后我又拿一砍五饼，然后甜甜也打了一饼，我觉得我四饼我可以打，但我知道他碰碰胡很难预料说是什么牌，但是还是打错，因为放枪就是错，你知道吗？放枪就是错。但我对你们信心很有信心。可是我今天打三场嘛，我三场牌都非常不好，但是不好，但是小乔的运气也不好，他牌技能好，但他也是运气不好。然后如果有谁坐在栗子下家，你就要告诉自己不要靠他去，就要靠自己。对，因为坐栗子下家，他其实都不太会为他会这样的。对啊，你们加油啊！我觉得你们还有蛮有机会的。
好紧张哦。对啊，只希望我们能有就是进牌跟抓的要漂亮。对啊，对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三个打牌，我比较担心若雅。是我吧？你还好，我觉得其实你还蛮有慧根的。真的吗？但是若雅常常会逻辑很奇怪。就是想，我就是想，有时候想太多吧。我不是想太多，而且他会搞不清楚。比如说，你刚刚明明就可以听清一色，但是你单调白皮，所以我打四条出去的时候，你没有想要吃。对，你是又摸牌，后来才知道，哎，要吃你就变清一色，要不然你是单调白皮，你是做臭一色。对，这就有差嘞，就差了四分了。对对，所以原则上就是你们在打麻将的时候要活，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。要做 Nico OK， 可是如果你觉得后面已经很后面来不及了，那你就赶快转变碰碰胡也好。但不像甜甜，甜甜是一开始他根本就是忘记，运气超好了。但是 OK 运气好的人都离开了，对，就是已经尽都已经尽，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好。我觉得其实我今天呢也是靠，其实第一把运气就是还蛮好的，一才一进听的牌，所以立刻就是我选择听对对，然后就自摸东风。然后第二把牌呢，我就是一开始就想说，因为是一三三四条，我就一开始我就想说那个我要猜一打掉，然后就而且慧如刚好打一条，所以我就盯他打一条，然后刚好进二条把三条打掉，然后之后呢就一上一进听，然后进的还蛮顺的，然后刚好胡到。但是第三把我放这清一色呢，因为其实我一直在考虑，一直想要等碰碰胡，就是如果是六八条进来或六万，因为我觉得六万跟八条都很有机会可以碰到，所以因为我知道六所若雅一定抓死死的，所以呢那七条我觉得应该也是被抓走了，因为慧如已经打一张下来了，所以我在等六万跟八条等碰碰胡。所以呢我还是考虑打了九条，就是也可以转听，然后也是可以听。那没想到呢他就是居然胡到一张最后一张九条，不过还好啦，因为如果我之前打七条的话，就是如果我有做到碰碰胡的话呢也是一样放给若雅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今天一起都很开心，而且我还是一分险胜，加油。就是我真的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会有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就觉得今天一切太诡异了，就不管是拿牌啊进牌甚至到胡牌，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有一股力量在帮助我，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很好，当然我的牌技也不差啦。所以呢下次比赛其实我本来很担心小乔，那我发现牌技越好的人似乎没有就是很好的运气，所以接下来我想王颖会是我一个很强的对手，所以呢我想基本上最近我可能会尽量少排一些通告，然后少赚一些钱，然后好好的去打打麻将，然后好好就是去钻研麻将这部分，所以下次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变得很强很强很强。一开始 A 组王颖并七分领先，小甜甜则连胡两把占据 B 组冠军，下半场小乔力拼坐牌抢分，却总和胡牌无缘。 A 组林若雅最后一把拼上条子清一色，却还是一分饮恨。第一回合比赛结束，王颖小甜甜分别获得 AB 组最高分，确定直接晋级，其他六位选手将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。我们先讲若雅好了，其实若雅台子还蛮正统的，就是中规中矩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今天这样子的比赛下来，其实若雅你只要稳守住，然后分数，然后再来就是打的牌，就是你该吃的，然后该补的，该碰的你还是要碰，就是你不要一直斟酌在那种分数，因为我觉得现在你们这六个人打麻将，你不要一直把那种分数放在第一位，要以胡牌为优先为原则。那意思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因为觉得他很好，你知道他多厉害吗？出乎意料，在跟他教学，我说意思，你知道什么叫？